什么叫急速预热，什么叫暴力穿孔啊。咱们呢要在这个位置穿个孔，我手能摸，没有提前预热过。首先啊，预热氧要加大，预热嘛，急速预热嘛，啊，切割氧的话咱们放到1公斤就可以干了，调回来。咱们去那个位置预热，我刚才手摸的位置，往下一杵就烧，就预热。1、2、3，不就是小铁皮吗？有个6-7秒钟不就干透它吗？大哥们，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？啊，不就是这么简单吗？咱们采取的是调压穿孔，调压穿孔啊，这玩的就是这西海岸呢，100的板，速度咱也别跑快了，270就行了啊，正常都300来个，玩嘛，小铁皮，干就完了啊，这叫急速预热，暴力穿孔。